and I find myself wondering, what did happen to the last 10? I 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orward, never turn back again. It's kind of funny that the more we pass time, the more we need to set them rewind. And 19 was the year I had to leave you, but now I'm seeing all the signs. Is this a酷亨索伦城堡，10:10左右抵达霍亨索伦城堡的停车场，然后在这里等接驳巴士到它的路口处，要坐这台中巴上山。霍亨索伦城堡是德国南部最著名的两大城堡之一，和巴伐利亚州的新天鹅堡齐名于世。在德国之外，霍亨索伦城堡也是欧洲五大和世界十大城堡之列。古堡是霍亨索伦家族的发源地，它建于11世纪。门旁边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有个小的通道，它曾经在15世纪和18世纪时，因为长达10个月的围城被摧毁，最后在1846年至1867年之间重建。敌人到哪里了？1918年，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灭亡后，威廉二世逃往荷兰避难。其他大多数王室的成员继续留在德国生活。现在的城堡仍是普鲁士王朝末代国王威廉二世的子孙留居此地。他现在是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聚会的地方，也是博物馆。城堡的部分对外收费开放。城堡内展示腓特烈大帝的遗物、普鲁士王的宝物及王冠等。通过这些展览，能感受到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尚武的传统。吃饭的地方。圣乔治屠龙。
It's kind of funny that the more we pass time, the more we need to set them rewind. And 19 was the year I had to leave you, but now I'm seeing all the signs.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 too sure. But when 在霍亨索伦城堡这里的Shuttle Bus 旁边的纪念品店买的明信片，一个2.5欧。中午12:20来这间餐厅吃午餐，分打3.8，汤、主餐、甜点。霍亨索伦城堡，在这个加油站上厕所，上厕所的收据可以来换一欧的东西，然后我们换了巧克力，有棒棒糖可以换。慕尼黑大学。现在晚上6:15，我们要来这里用晚餐。外面也有中庭可以用餐。6:53上第一个汤，7:06上我们的德国猪脚主餐，超大的甜点，在主餐还没吃完的时候就上了。8:30抵达饭店门口，饭店柜台一楼旁边这里有一个小型的贩卖机，这是价格。房间进来，右边是厕所，左边这里是一个全身镜，衣架是没有办法拿下来的那一种，有煮水壶，冰箱里面有一瓶免费的水，这边放行李的，两张床，电视、桌子、椅子，床边也有个椅子，外面是停车的，浴室，一进来是马桶、洗手台、壁挂的吹风机、干湿分离的浴缸，有沐浴乳跟洗发露，晒衣绳的架子。